不是欢喜宝宝。妈妈几月？听说又抽痰了，然后妈妈很痛苦，抽痰的时候很痛苦，我非常的心疼。跟不舍因为攀谈是一个刚刚攀的时候看护过来说不会啊说拍谈的方式错误所以他教我要把这个垫起来然后手要弓起来，拍的声音要砰砰砰砰。他说拍对的时候他很舒服，不要太快，慢慢拍。是有跟我说过，至少要五分钟以上才有效果。刚刚那个看护告诉我，声音要去听那个声音。听起来是啪啪啪的声音，然后说这个这边也。这边软组织不能拍，这个肩膀这边没有飞野，也不需要拍，所以拍的就是一小段。只要听到妈妈被抽痰，我看过妈妈被抽痰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的不舍。说这个除了背部以外，这个侧部也可以拍一拍，前胸也可以拍一拍。做到这里，我跟他让。